还不够勤奋，这样有点像偷东西，再要勤奋一点。这个时候，不爱学习的小圆走了进来。光心他练爪子吗？小圆同学，课堂上请讲普通话，要不要的？有的，有的。王俊凯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搞作业了，搞作业。突然之间，正当两个同学聊的时候，灰太狼窜进了画面。灰太狼要吓唬两个同学，对他们说：“这个词你们会读吗？”啊，对不起，灰太狼同学。要灰太狼，不能表现得像千玺，声音、形状、模样都要像灰太狼。OK， 来，灰太狼同学先模仿狼的感觉，哦，来一下。不好意思。OK， 来，开始。啊，很有狼味儿。他对他们两个同学说。说这个词儿你们会读吗？注意，灰太狼当时在广告当中是说的英文。哦、Can you read this word？ 啊，OK， 其实英文是英文，但是这个说的内容有点差错。灰太狼英文说：“你们喜欢这个姐姐吗？”姐姐吗？啊，这个姐妹吗？Do you like this sister? You guess. You guess. You guess. Guess. You guess. I guess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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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办？他说英语。他说的英语就是，你猜，完了你后面你 guess guess。guess guess 的意思，你猜不猜？你猜我猜不猜？好，你猜我猜不猜 ？OK， 好，来。小圆很害怕灰太狼问他问题，对小凯说：“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英语 so easy。”怕啊，怕怕。好来，掌声 ，OK， 耶 ，boys。